那你们讲的时候呢，就让他蹲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蹭就是他走了就，不再这样，那他就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让他呢蹲蹲不响，站站不直。你看在这上扫下来呢，站就站不直，蹲就蹲不下。要的是这些。哎，所以呢，他又他疼啊，他不知道怎么疼好。他想蹲下去吧，他又这又给他翘着了。他又想站吧，这还压着。所以呢，他就这一样。所以他想蹲蹲不下，站站不住。哎，你看这个放在，你看啊，那李红亮放在这儿的时候，你看这怎么样？你看他这怎么样？是吧？这一走，这就走了，变成这样。所以呢，人家坐的时候，你看那个，啪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咔完了，脖子没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呢是让他自己啊把头仰起来，知道吗？你不要说就看着这种劲的时候似的，你看他这你且够，你够他就，你看仰头他就仰起来了，仰头这抠着他多方便，是不是？他不配合，他不行啊！你不配合，你难受，你就这么，你才能稍微减轻减轻点疼痛啊！你想下去，你能下去，下不去，是吧？就是说让对方感觉到了，他不得不仰头，因为什么？你把他这个劲呢已经拿到的时候，他疼的了，他就必须仰头，而且呢，他把这点全都打开，那时候你多方便，是不是？你还伸手就够了。不用他自己就过来了，你要注意这些。您说了，好了，再好。那就说这个事儿来说，你看刚才这种劲的时候，你看这压着的时候，刚才这光洪亮呢，怎么李洪亮？洪亮呢，往这边走。刚才那是让你下去，你看这样，他就往这儿走，你看往他这儿走，哎，往他身上走。知道不？去拧对方的时候呢，这拧的时候不疼，你看，都往他身上走。哎，这时候呢，那他戴着手表。哎，你看他这时候呢，戴着这个劲的时候，你看往他身上一走下来，你看这才回来怎么样？这回来很快了，就噌就回来了，他连反抗余地都没了，刷一拧就过来。一拧他就过来，所以啊，这一拧他一过来，他那时候你提他，这一捧，是不是？这劲的话，就是，是不是啊？就是那种劲。哎，而且呢，还有一点来说，再跟你讲一下啊，你看这种劲的时候呢，但呢，这个动作要走慢了啊，容易受伤。你看。我一拧他的时候，他保证要跟我较力。这就是说，在生人的情况下，他一较力的时候，当就这点，当就这一下，把他一下就拉直了。师傅，你拿力嘛，不敢走，就走了三下，我一下就崩开了。对，这一崩开了以后，这就是属于伤了。